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在大自然中，尤其是在海洋世界中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奇葩海洋生物，有的我们见了但却叫不上名字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见的最多的就是鱼，另一个就是螃蟹了，也经常被我们端上餐桌，成为一种美食。小伙伴们知道世界上最大的螃蟹吗？还被人们称作杀人蟹，但是最后却败给了吃货。感兴趣的就跟着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可以看到，这种螃蟹有着非常庞大的体型，螃蟹腿展开足足有4米长。当然了，这种螃蟹的攻击力和战斗力也是不容小视的。可以看到这种螃蟹庞大的身心和有力的螃蟹腿，利用这一点，很多海洋里的小型生物就成了它的口中食物。但是虽然在那些海洋生物面前它是非常可怕的存在，但是在我们人类面前却只是食物。它的肉质十分的鲜美，成为很多吃货的喜爱。但是呢，这种螃蟹的数量却十分的稀少，能长到3-4米的螃蟹更是少之又少，所以吃货再有钱也不一定能尝到这种螃蟹的美味。据说这种螃蟹的价格可以达到3000美元一斤，小伙伴们有见到过这种螃蟹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点赞和评论哦。